我用到的材料有低筋面粉，然后沙拉那个玄米油，然后牛奶，还有蛋，然后还有糖，然后还有盐，然后主要因为它是用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它是采用沙拉油，然后把它加入低筋面粉，然后跟牛奶，然后还有蛋黄，然后蛋白霜另外打，然后两个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它是一个。算是古早味蛋糕吧，蛮好吃的哦。希望我一次就成功。我现在要做低筋面粉90克，还忘记录影了。盐，油呢也要75克，跟糖一样多。倒下去。不要这样对，因为这个蛋白等一下要去打发它，所以这里放蛋黄，这里放蛋白，对。蛋黄包在里面，继续下一个。三颗蛋呢？第四颗蛋呢？也把蛋黄弄破了。最后一颗了，
现在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就绪了，然后有低筋面粉、蛋六颗蛋的蛋白，然后还有蛋黄，然后还有牛奶、糖跟盐，对，那都已经准备好了。现在要开始，我们要来做那个，先做当这个就是刚加热过的那个，叫什么玄米油达到就是。加热过后，它的那个锅子就是那个油呈现油纹的时候，然后哔哩啵啰叫了，会，然后这时候呢就可以把它加入低筋面粉，我来加喽。低筋面粉因为比较容易结块，所以要过筛一次。刚刚的搅拌完之后呢，加入牛奶，拿来均匀。我等一下要加入蛋黄，给它加下去，搅到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，看起来是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打蛋白霜。这个是那个叫什么蛋白，我要先加盐，刚刚打好的盐，下去，然后再来就是开始打，然后糖就是分三次加进去。都准备好之后就开始打咯。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好了，我先放旁边。这样子，
非常的漂亮啊。把三分之一的蛋白霜，这个放在这个蛋刚刚打好的那个叫什么蛋黄里面，放三分之一进去。一拉，充分混合之后呢，再把它倒进去这个刚刚打发的那个蛋白里面，蛋白霜里面。哇，即将要古早味蛋糕要吃，真行哦！哦，这时候呢，刚刚的已经拌好了，很匀哦，很蓬松的感觉。然后把它倒入我们刚刚打的那个蛋白霜，我即将要要从切半的方式，从下往上，让它就是均匀这样子。切半的方式要赶快，因为这个怕它会小红。差不多了，哇，很蓬松感呢。接下来要不来要把它倒进去了，要不要一个圆形的，看起来很不错。再来呢，把它抖一下，就把泡泡蒸出来。然后第二个是，我要进烤箱了，烤箱已经预热好了。接下来就是看怎么样吧，希望这次会成功。看起来蛮不错的、啊，用的是水浴法，所以要把那个烤盘里面加一点水。接下来我们要进烤箱了，再来就是150度，大概45到1个小时。但这个烤箱呢功率比较大，所以先30分钟就好了。再来就是150度，大概45到1个小时。但这个烤箱呢功率比较大，所以先30分钟就好了。我们下面不行，闻你这血血是不错的。不行不行，哇，很香哎。